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，请您将手机调为静音或关闭状态。观看比赛时，请保持赛场安静。赛场内禁止吸烟，吸烟请到球房外侧吸烟区。比赛禁止弃权，禁止为对手免球，弃权免球将被视为违反体育精神的行为，会受到组委会处罚。各位台球爱好者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甘肃兰州站的比赛。本次比赛由晨鸣桌球会馆主办，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，冠军奖金30万，总奖金近145万元。2022至2023赛季，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，年终总冠军奖金500万。超越斯诺克世锦赛，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。本站赛事诚挚感谢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、宝盈长盛体育、振宏胶边、农夫山泉、威亚斯名表眼镜、野豹台球杆、奥斯本兹球杆、LP 球杆、威力球杆、奥秘球杆、三国球杆、皮尔利球杆、李斯球杆、波茨杆、海林桌球、AMPM 酒吧、TK 格斗生活馆、互益灯具、胜利者沙发、TP 巧克粉、摩顿地毯、企鹅直播、虎牙直播、小麦皮头、英国世创6811台泥、比利时雅乐美台球、蹭个够商城、赛克斯巧克粉、施博台球杆盒、优泽智能球房系统、爱跑光影桌球、90000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甘肃兰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双败第一轮1至8场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八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中国选手杨帆。中国选手寇艳琪。九号台裁判员何秀红，运动员塞浦路斯选手迈克尔·乔治奥。中国选手王鹏。十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南非选手杰森·塞隆。中国选手单宏宇。11号台裁判员于美子，运动员英国选手克林特·艾安森。英国选手阿凡·达德。13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中国选手裴华夏。中国选手周龙。 TV2号台裁判员傅依冉，运动员蒙古选手阿耶如律特。中国选手沈申毅。 TV1号台裁判员张月秋，记录裁判员傅中轩、卢冰霞，运动员蒙古选手冈·罗布森·道尔吉。中国选手雷毅伟。现在比赛开始。冈·罗布森·道尔吉你好，雷毅伟你好，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冈·罗布森·道尔吉获得开球选择权。
比赛开始，第一局冈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
第一局雷奕伟胜，比分1-0。第二局，雷奕伟开球。
第二局雷毅伟胜，比分2-0。谢谢。第三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
第三局雷一伟胜，比分3-0。谢谢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第四局，雷一伟开球。犯规。自由球。第四局，雷一伟胜，比分4-0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打喷嚏没憋住。第五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
犯规。自由球。第五局，冈罗布森道尔吉胜，比分1-4。Thank you. 第六局，雷一伟开球。开球失机 ，illegal break。Rebreak， 重新开球。第六局，冈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Your cue ball crossed the line. I can only tell you one time.
第六局雷毅伟胜，比分5-1。谢谢。开启技术风模式。开启暴力风模式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第七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
第七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胜，比分2-5。Thank you。第八局，雷一伟开球。开球失机，雷一伟两次开球失机，再有一次判负一局 ，illegal break。Keep going. Continue 击打。10秒，犯规。自由球。
第八局雷毅伟胜，比分6-2。谢谢。第九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第九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胜，比分3-6，开球清台，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开启技术冲模式。开启暴力冲模式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注重打杆，选奥斯本兹。胶边声音小，弹力大，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，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，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，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。振宏胶边均匀反弹，铸就一流打杆，保障公平竞赛，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，制造好球桌。胶边选振宏。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，拍照直播不失真，畅玩又健康。
针对掘金九球、中式八球、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，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。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不畏磨砺，披荆斩棘，十年一剑，只为把最好的给你。野豹球杆，百台泥就上蹭个够，进口国产随你挑，不仅品种全，而且更省钱。你想买的台泥蹭个够都有，球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打感优越。伟力，释放你的威力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我是裁判王忠尧，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，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，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局，雷一伟开球。
第十局，雷一伟胜，比分7-3，开球清台。谢谢。第十一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四号也过了。请稍等。继续击打，
犯规，自由球。第十三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胜，比分4-7。Thank you。第十二局，雷一伟开球。
第十二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胜，比分5-7。Thank you。不畏磨砺，披荆斩棘，十年一剑，只为把最好的给你。野豹球杆，第十三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10 seconds， 延时。第十三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胜，比分6-7，开球清台。Thank you。
第14局，雷一伟开球。开球时机，雷一伟3次开球时机判负一局。第14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胜，比分7-7。第15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犯规。先后自由球。比赛时间已过半 ，halftime passed。
第十五局，雷一伟胜，比分8-7。谢谢。我是裁判王忠尧，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，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，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。第十六局，雷一伟开球，第十六局，雷一伟胜，比分9-7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
第十七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十秒，五、四、第十七局，雷伊尾胜，比分10-7。谢谢。第十八局，雷伊伟开球。
第十八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决胜，比分8-10。官方暂停十分钟，十分钟未到，胜负一局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，小麦皮头轻松上手，是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注重打杆，选奥斯本兹。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，拍照直播不失真，畅玩又健康。针对掘金九球、中式八球、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。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。正清和雅，禅茶一味，太极之道，长胜智慧。我是张坤鹏，我选择皮尔利太极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远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九局，刚罗布森道尔吉开球。开球时机 ，illegal break。Illegal break twice. Next time you will lose one frame.
请稍等。继续击打。
第十九局，雷伟胜，比分11-8。谢谢。第二十局，雷一伟开球。
第二十局雷一伟胜，比分12-8。谢谢。第二十一局，刚罗布森道尔杰开球。信号自由球。本场比赛结束，雷一伟胜，比分13-8，恭喜 ，Thank you。